哎，知道这是谁的地盘吗？有没有交床铺费啊？我没有钱，没有钱，有多少拿多少。这小子，快点儿！哎，别来，还敢跑？拿过来。 哎，大哥，你瞅瞅。哎呦，没看出来啊！哎，还是个画家啊！你看这小姑娘，啊，长得还挺骚的啊！是啊，哎，你看这个小脸儿。哎呦，哎，你说，她要是过来陪我一晚的话，那大哥，大哥，哎呦！ 怎么会这样呢？小阿姨，你别哭了。爸爸昨天跟我拉钩，任务结束就来找我们。他答应我的事，一定做的。 李腾，李丹他们先去找念初吧，我跟星星在这儿等，姜浩现在生死未卜。念初，念初不能再有事儿。何虎，啊，有查到什么吗？精神病院所有的监控线路都被切断，连不上。那他能带念初去哪儿啊？你们快去找啊！ 你守着他，那星星怎么办？江浩的后事我会处理，这个仇我也一定会给他报。但是你得先照顾好自己，还有星星。 爸爸，爸爸。
苦了啊，我们先回家好不好？先回家啊，不哭了不哭了。你们三个人先送宇飞还有欣欣回家，升级一下乔家的安保等级。完成之后到我家集合，我们从长计议。到家了，今天过得怎么样啊？是不是很刺激？你在监控我？你以为把乔宇飞他们送到乔家就没事了？你身边的人安不安全，我说了算。有什么冲我来，别动他们。那多无趣啊！让念珠听见话。弟，这么多年了，你怎么一点长进都没有呢？你别忘了，这个游戏是我发起的，你得听我的。你想怎么样？一个小时以后，带着你那三个兄弟来见我。转念出去猛虎，我最后再提醒你。千万不要在我背后搞什么小动作，否则你们都得死。这怎么办？答案就是个疯子。力哥，我们不能坐以待毙。他指明要你们三个，说明这一次生死未卜。我们一定要帮浩哥报仇，救出嫂子。力哥，没有我们兄弟几个完不成的任务。力哥，事不宜迟，咱们出发吧。口号倒是挺响亮，我更期待你们到最后关头会怎么做。少废话，地址。保持电话畅通，我亲自给你指路。第二个黄灯右转，前面丁字路口左转。念初姐不在这儿，怎么办？丽，又见面了。你看我给姐姐挑的这套礼服，怎么样？是不是很般配？丽，
计时器就启动了。你这么聪明，猜猜看，炸弹藏在哪儿？这儿，在那儿，在这儿。托里，别激动，我只是想请你做一道选择题。你说。别着急嘛，我定了30分钟。啊，还是28分钟吧。不过你做这道题目应该用不了这么久吧？听好，我的题目是：念初和你的兄弟，你选哪一个？你什么意思？想救念初，就杀了他们三个。你若不忍心念初就会，砰！托里，我知道你是在针对我，你把他们都放了，我跟你走。利，注意审题，没有第三个选项 ，OK？ 我知道你这5年来都不好过。其实芯片我有备份，你把他们都放了，我就把芯片交给你，你就可以继续回你的太城做你的生意。你少来这套！谈判的把戏我见得比你多，你少耍花样，否则你知道后果是怎么样。我和念初已经做好了一起离开这里的准备，可以这样死在一起，也算是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归宿吧。是吗，念初？我选。看到你背后的那块魂布了吗？对，你只需要扣动几下扳机，就能够救你心爱的女人。念初，审判的日子终于要到了。你还在犹豫什么？你不就是这样的人吗？你在太城害死的人还少吗？动手！虎子，生死关头凭啥我们死啊？老子这条命当年如果不是利哥，也活不到现在。他想拿走就拿走，我不会背叛他，更不会让任何人伤了他。又不是我们的女人，我们凭什么？石头，嫂子被绑架，你有直接责任。别忘了，保镖的职业操守就是宁可牺牲自己要保全委托人。利哥不会忍心杀一起出生入死的兄弟。对不起，力哥。念初，你千万别走！这椅子底下有重力感应装置，你一起来它就会引爆的。别动，别动，这底下有装置。
有我在，有我在。念初，你不能用这样的眼神看着我。你知道这样对我有多残忍吗？十岁生日那天，我作为 boss 的儿子，他的继承人，被按照家族传统，升进了其他帮会，开始自生自灭，美其名曰磨练。从那刻起的六年，我不能踏进家门一步，不能见父母亲人，不能向任何人透露我的身份。我就像是一个没有爹妈的野孩子，可以任人欺凌。直到遇见了你，才让我看到了那么一丝希望，让我在冗长的黑暗里看到了那么一点阳光。其实我对钱和权没有任何的欲望，我对他们做的那些生意厌恶透顶，我只想和你在一起。可是后来我发现，想要这样，我必须强大起来。念初，在这黑暗的五年里，是你支撑我走下去。可是他李腾，五年前毁了我第一次，现在又毁了我第二次。我的所有生意都被警察盯着，我必须要让他尝尝众叛亲离、生不如死的滋味。念初，你同意吗？念初，你同意吗？他还在犹豫，他还在犹豫，他根本他就不爱你，他不爱你。年初，你看着我，你看看我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戴安对我们的酒店情况非常了解，可能对我们的暗处进行了监控。你马上去我家进行拍照，记住，千万别打草惊蛇，还有些地方需要一并拍照。小马身体里有监听器，带上它，我们会在暗处配合你们行动，确保人质安全。我先回去部署。接下来还要你做一件事情，念初被脱离绑架，现在需要你接济假死，做一场暗器，必要的时候出击之手。我已经通过警方跟主治医生打过招呼了。是假死，你们都在骗我。
马上就安全了，小心！走啊！救不了念初，只有我才能保护他，只有我才有资格爱他。他还就是在他身上装的是炸弹吗？你都是你逼着我给了你机会，可是你犹豫不决，我为了他可以不顾一切。别走，住手！有些事情我确实是做不到，我没法因为爱他就将他拉入黑暗。你所谓的爱不是爱，这是自私索取。我杀了你！别管我，你就算解开了，我也走不了。这是 GBU29 型号炸弹，波长0.05，目前每只钢管里有100颗。它在下面安了重力感应器，只要我一离开这里，就会爆炸。连接了重力感应装置，型号 AT3。连接重力感应器的应该是个电阻。剩下的时间完成不了换位，来，电阻会立刻滑到触发点，引爆炸弹。我和你说过，5年前我能遇到你，如果不是遇见你，我早就死了好几次了。是你多给了我好几次的生命，我阮念初能够与你重逢，再痛痛快快爱一场，我此生无憾。这是你。从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，我就认定你阮念初是我的女人。你一小皇连命都可以给你。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开玩笑？接下来，我要为我们博弈先生机。你唯一要做的就是相信我。接下来我要拆最后一根导线。相信我，
还好炸弹是假的，腾子，干得好啊！数据型号给的非常清晰到位。杨哥的拆弹指令也很准确。嗨，其实刚才我一直在跟杨哥做通话联系。 所以是杨哥告诉你我位置的。好好解释吧。嗯。抬起你的左手。你是在戒指里动了手脚？是我请杨哥帮的忙。 在戒指里装了定位系统。我怎么觉得，我要是不主动问的话，我可能一辈子都不知道戒指里的秘密啊。确实是有这个可能。我现在知道什么叫心机深沉，步步为营了。没有这点行动，我怎么去得到你？ 太可怕了！要是哪天你把我卖了，我是不是还得帮你数钱啊？我怎么舍得？嗯，江浩，这一次我把车停好。 资料全部交给警方了。杨警官说，托里醒来之后尝试过刺杀，不过好在发现及时，现在没什么大碍了，也要马上接受全面检查。对，弹坤瓦砂杀人未遂，这次恐怕要牢底坐穿。嗯，李小粗接回来了，可怜的小家伙，平白无故挨了几刀，总算是告一段落了。今天可是个大日子，是不是该接大嫂了？ 行了，我们走。好。哎，走。别走啊！别走！
我们去对门口有点堵，打车来不及了。骑我的摩托，小心，接着。哎。 谢谢你成全我的信仰，完整我的生命。谢谢你做我森海枯叶里的明灯，得你所爱，三生有幸。 恭喜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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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女王大人，公主殿下，你们要不要进去休息一下？外面太热了。星星啊，今天是你立腾哥哥大喜的日子，你就原谅爸爸吧，好不好？立哥哥念出大喜的日子，我们为什么要原谅你啊？爸爸坏，家伙，你最后变成的。 星星，爸爸答应你，以后不管什么事都不瞒着你，好不好？嗯。都不瞒着你了。你说的，以后不论发生什么都不许瞒着我们。小阿姨，别上当，拉钩才算。拉钩，上吊，一辈子不许变。 这怎么回事啊？这是，哎呀，一会儿这婚宴马上就要开始了啊！这男女主角不来了，一年就三百六十五天，他非选择7月14号这天。你说结个婚还得赶场？哎呀，你瞎嘚吧什么呀？你看谁家贾闺女，当父亲的不是说一些祝福的话吗？别胡说！不负伯母，你们放心吧。 称职的话剧演员字典里面是没有误场这么一说的。对，叔叔阿姨，力哥一定会准时接到嫂子的，放心吧。哎呀，来了来了来了！走。 等一下，走，我想到第三个愿望了，你得答应我，我才能跟你结婚。念念，哎呀，不是，闺女，咱们结完婚以后再做好不好？好，我答应你。你怎么跟他一块儿做呀？我说这时候别闹了。我一定会做到的。我第三个愿望就是，你再答应我三个愿望。好，余生都听你。